常常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。在一个普遍以赚钱多少论英雄的环境里，能要求执法者们心如止水、波澜不兴？那个湖泉建水厂，你差啥给人家花？人家不行，你可以扶植。那个湖二去维持社会治安，你差啥给人解聘呢？是那三个人打的林三明，是他们之间的事儿，你差啥你就把人家哥俩平白无故抓进去？不是你了解情况吗？啊？你一点情况都不了解，你就凭主观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你这能行吗？行了，咱呢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叫耽误功夫呢？人不已经被抓进去了吗？最后让事实说话，是吧？散会。你有啥资格宣布散会呀？啊？散会这俩字应该是我说。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，没事了。胡二这个事儿，解聘他这个事儿，我已经跟贺叔说了，贺叔就表示非常的赞同。另外，他这一解聘，派出所就缺人了。我就想把有才儿临时调到派出所，这个事我也跟贺叔汇报了，贺叔也比较赞同。那小黄，你能不能坐那老老实实听一会儿会儿行吗？你咋老坐不住呢？坐下，坐下。开会怎么还带走场的呢？因为我听不进去。因为这会开的没有任何意义。啊，你们不愿意散会，你们自己开。啊。我会查，好不好？哎，回家两天半，这脾气还上了，在路上冲了啥去？我就问问怎么回事。您这是？不干实事，专会整事儿。不对，这里肯定有事儿。整事儿呢，这是？你就整吧。油房荧幕箱都让你给整黄了，你是不罢休啊？不行，我得问问。干啥嘛？这大脾气！好像两个题，你去哪？拽我干啥呀？这干啥呢？这要问你，你啥？是不？咱们能不能有个好态度？咱们好好唠唠，行不行？哎，咱们就把话挑明了，行吧？油房荧幕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。我在这儿当乡长了，是等了你的升官大道。你别扯那用不着的啊！真的，什么叫用不着啊？你一天就跟我憋，不就这么劲儿吗？啊？行，就是我不干了，一把手交给你了。对于几万家乡父老来讲，你干我不放心。你干我们还不放心呢？你有啥不放心？我搁这干一辈子，我坐地炮啊！你来两天半，就像上厕所似的，完就走了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走啊？你不走，你的一天的工作态度，你的行为已经告诉了我。你要有那胆量，咱别吵吵，行吗？咱俩手拉手上县里，辞职不干了。你有胆吗？哎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看行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有自知之明的话，你应该主动辞职。我他妈没做亏心事，我做亏心事了。你俩谁想让谁知道？你什么素质啊？你少跟我讲这事啊！这是政府，不是你家。我告诉你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成天别撩着装教授了，你行不行？好了，放下两瓶。你两天半出一书样，你也别吵了。你说这什么素质？这是？别吵了。行行，素质简直不像话。这都什么素质？这都啊，像话吗？啊？行干不？去去去，干啥都瞅啥去？不是干啥？哪有这样的？你来，行了，看啥呀？看我这狗啥样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说的？刚回去两天半，你说这家把他架上了，这坑爹是背后谁给他撑腰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不怕你，干一天算一天，要不干拉倒，说通的话。你这一点什么配合的意思都没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工作还有法干吗？这？先生，快点水吧。你说你那。一天跟他，你说他这一天冤个脸，一会儿这事那事。好了，县长，你别生气了。怎么了？
情那天没吃东西，怕他饿，问他啥时候回家。嫂子，没事儿，精神食粮也挺重要，按吧。你说他这还有好？你说这家里外头都不消停，这又整出来干什么？你说，你站下。进屋，没事。来，就进屋。干啥呀你？我干啥？你干啥呢？我干啥了？你说你干啥呢？这干啥呢？你等回家呢啊！回家给你算账。走，走就走。养活是这么对玩意儿啊！
跳墙啊！不行，不够高，你跳下去白跳，我把腿撑坏了，到时候没达到目的，那不遭罪了吗？没决心了吧？把眼睛闭上，不要朝两边看，下定决心往前走。哎呀，多么蓝的天哪！走过去，泥浆融化在蓝天里。跳。 你还欺负我干嘛？好心来，你干嘛你？别哭了，啊！哭啥呀？翠萍，你听我跟你说几句行不行？我知道你疼我，爱我，我都知道。你不能天天老是找事儿啊，是不是？你老琢磨这点事儿，这个跟我了，那跟我，哪有那些便宜事儿啊？是不是？你对我好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啊！ 人都说男学坏死了开外，我把你嫁给你那个逼主，把他嫁给整散了，咱家多好啊，咱家。我知道咱家好，我能了，我轻易就跟别人了。放心，谁也不如你好，这我不知道。别哭了啊，听不听？要好好过日子，别老那么心细。你说你这么大饭店还有事儿，你天天老考虑我跟谁，我能跟谁呀？好好的，听不听？ 面都上来了啊！连吃带喝的，饿透了吧？啥呀？饿秃秃了，什么样啊？给他酒，接着茬，来，给我来杯。你也要喝？今儿还不喝？跟你一块干，来。行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闹，好起来呀，好死，闹起来闹死，哼！来，给爹喝杯，爹你来杯吧。我不喝。 你先上吧，他不喝，你还喝？我就不喘了。你们俩啊，我怎么说呢？哎呀妈，这么热啊！你们俩少给我添点麻烦，少让我操点心，比啥都好。嗯，你看你俩今天闹的，我心跳不说，还喘不过气来。 我吃了5粒酒心丹呢，我才缓过来。是啊，你今后你也多余跟他生气。他的破脾气就那样，来劲儿了，什么都不顾，谁也劝不了。过劲儿你玩什么？这玩意儿。翠萍，自从你嫁到咱们和好以来呀，你爹。 一直把你当成亲闺女看待呀，咱们今天说话，当面说，咱没是非，你那个脾气啊，你好好的改一改，啊，你看你俩今天这仗干的，啊，不应该呀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人家找你的毛病都找不着啊，都犯愁找啊，啊，别说你钉子，对，是吧？ 你看，又惹老人，人家给自己身上栽赃，这应该吗？爹，甭给我改还不行，我就不这样，行不？哎，好孩子，哼，别夸你好孩子了，几岁了？
叫一个。去。不能惹老人生气。来。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爸，一会儿你头上纱布都开了。算了，得手心包裹拉上去好了。不行不行，那可不行，得大夫说啥时候拿才能啥时候拿。再说你也快好了。大夫大夫，什么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，他们是皇帝。你该吃药了。我水都晾好了。吃药了。你看我干嘛？阿玲，实际上我很感谢他们打伤我的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两个人不会这样长时间两个人在一起的。你净说傻话，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呗，干嘛还非得通过挨打呢？嗯。不是这个样子，大老虎又哎李妈妈，李妈妈不许说了。哎，李妈妈会把你叫走的。我妈来就是专门来看你的，你都说到哪去了？也不知道你能陪我多久啊。你住几天我就陪你几天。阿玲，假设我残废了，永远永远住在这里，你会永远永远陪着我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哎，阿林，不要走啊。明天你还在这陪他？睡觉？咋不陪呢？那是我爸。快点。小黄和老赵都不能正常工作，你看看他俩，早晨不到点就来上班，兢兢业业的干。你可倒好，到点不来，还得跟人去请。如果不亲自过问一下，真就不知道你好，我的脑袋都胀多大。好运来呀，才上任几天呢。王县长，我说两句行吗？刚才你这一通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呢？这是。
嘅风云二号卫星模型同返回式卫星嘅实体，仲有中国最新嘅防卫导弹模拟 D 型星控灯光等，你有一种进入实战嘅感觉。咁呢啲咧就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嘅模型，总共有九种型号，佢可以满足当今世界发射市场各种卫星嘅发射服务要求。李峰工程师话：，大家睇到嘅呢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系中国长征火箭当中最细嘅一枚，佢嘅运载能力咧系300公斤。佢喺1970年首次发射咗我哋嘅东方红一号卫星。中国在航天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，也都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嘉宾。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王礼恒说，中国制定了国家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，会继续加强航天科技在应用方面的开发和研制。上海地铁二号线上行线县纪检委宣布对郝云来同志的处理决定。鉴于油房银子乡代理乡长郝云来同志被检举犯有受贿、偷税、带头破坏计划生意等多项嫌疑，经研究决定，暂时停止郝云来同志的一切职务，责令其认真反省，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。新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，郝云来同志，对于县纪检委的决定，你都听明白了吧？听明了。我现在就啥也不是呗。下县政府一项临时决定，鉴于油坊营子乡原代理乡长郝云来同志已停止反省，故决定由油坊营子乡副乡长。哎，这可是临时决定。哎，啊，你坐吧。哎，故决定由。暂时代理。老赵，咋的了？接着念，接着念。这个决定啊，就公布完了。下面我简单说两句啊。我们对犯错的同志，历来是坚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，啊，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了，我们也不能马上草率地做出认定，是吧？它有个认真调查核实的过程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。所以说呢。希望我们大家，包括运来总，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态度。等问题全部核实之后，由县委、县政府
根据问题情节的轻重，再拿最后的处理意见。啊，我就说这么点。玉兰，玉兰，过来。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好。哎，刘少，这个你呀、啊，那个，我是无条件服从的。这个来同志呢，我们一定做指示，是吧？惩前毖后，治病救苦。另外，岳来同志啊，这段你就先不要来上班了，啊，好好的在家反省自己。什么时候问题查清了，上级领上班了，你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黄先生，那现在没事了吧？干啥？把我回家反省去。哎，请稍等一下啊，那个王院长，王院长又来，又来，那个，你看县领导是大老远跑来的，完了乡里准备了点便餐，您又非常忙，咱们就抓紧吃饭吧，好不好？那个，玉兰啊，我现在以一个代理乡长的身份，代表新的领导班，希望你也能参加，好不好？请带录制。好，好啊，人非圣贤，谁都无错啊。就是，该吃饭还得吃饭嘛。是是是。那咱们走。走。包裹的。哎，好。王院长。有点饿了，中点饿。啊，晚上吧，困难肯定是有，是不是？昨晚你还是有点累。昨晚光顾着喝酒了，就忘了吃饭了。你那天早饭也没吃，吃完了。行，你赶紧去上那个胡，把老满、有才叫来上胡泉饭店，好吧？现在本饭店总经理。是啊，这还升总经理了。那把你位置整没了，你干啥呀？本人即将到乡派出所就职。你上派出所了？你弟弟开饭店往门口一站，谁不来吃了削他？你这到派出所多别一颗枪，耍钱不给，这不都成可有大发展了？好干好啊！哟，别来了。看你就别唠了，快过来！赶紧，王县长叫你，过来喝点。来，那指定得喝。今天胡二胡全犯那么大错，这么快就改正好了，这更得喝了。来，我这把皮的整一拿去，小白的，干嘛呢？胡经理，来来，这来，来点来啊！哎，我给你上菜啊！哎呀，庆祝庆祝胡全胡二，这醋改的太快了。来来来，我说，这杯酒跟你们没关系，我特意敬王县长一杯。哦哦，王县长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厚爱。我不说啥，你看，王县长，吃菜吃菜，那菊花菜多。哎呦，身体，那小钱上哪儿了？赶紧倒酒啊！哎，我倒，王县长。好了好了，我这歪底呢。来了。这是伪冒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你看他到
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再来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我酒不行。哎呦，我喝不了白酒。你今天最后听我的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杯酒呢，是敬黄兄长。我告诉你，把他俩倒上。哎，倒完了。来，咱们的，哎，好，来吧。没你事行吗？对不起，黄兄长。哎，我衷心的祝愿你高升。谢谢。咱啥也不说行吗？好。哎呦！哎呀呦！玉来啊，你别这么喝酒啊！来来，过来。我少喝点，表示表示啊。嗯，辣。是吧？玉来，别这么喝酒。没事，黄兄弟。来来来，你看大伙儿都吃菜。我这人啊，有个毛病。哎，老板来了！哎，有啥事儿？哎，徐金达，来来，给大伙儿来点事儿。哎，那老板上不来，说哪儿？第三杯酒，敬我自己。哎，那个花啊，你给大伙儿倒酒，慢一点，倒啤酒啊。你往我媳妇儿手里送一万块钱，哎，你说啥意思？你说没你事儿行吗？你看看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来，胡先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就意识到你没安好心，你将来会告我受贿罪，所以说我当时我当然我就处理了，啊。你俩来吧，把账拿来，这个王县长。哎，事情是这样，那个那天晚上啊，对，顶那个胡全去年承包香油厂的欠款，在场的有财，还有咱们大队的快点。嗯，但是，安全咋的啊？胡全咋的了？我说干什么？王县长，你看着没？有调查组在呢。运来呀，运来。这个俩就这样。哎，看来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，人家胡全有什么罪啊？行贿罪。行贿和受贿是一个罪，班长，对不？我知道，胡全能这么干，这里边要脸吗？都是你做的，你整我干什么？黄文强，你整我干什么？无非只有一个，我当乡长了，挡你路了，耽误你提正科级了，往县里。升到正局级，整我干嘛？不像，王县长，你让我说一句话，我喝了一会儿把话说出来。摘油坊营子，这些年来，就是你们这些，你们来来去去，我知道，都是他妈你们这。哎，吃菜，哎，吃什么菜？哎，我告诉你。开的不好，我喝点酒。不是反对上边给我们派干部，你派干部行，你派一个好样的到这儿干几年，你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儿，你给老百姓谋点福利，是不是？老百姓他妈这一辈子最见不了好，你对他好点。你要走了之后，咱们敲锣打鼓庆祝。倾家荡产，请吃给你送，咱值得呀！你做到了吗？啊，这几十年来不就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关县长，这些年来油坊营子如果是老赵干，这三十来年不至于这样，不至于一屁眼饥荒，这个来要钱，那个要钱，起码他有个长期的行为，他是这升这长的。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啊，王先生，我这人我明知道我这不是当官材料，我没时间下边干，我们先汇报，我也没时间整人，也没时间整材料，我太火，我应该下来，知道吗？我下来行，我再不同意让他干，你说什么玩意儿你？王先生。
我最不同意就是你油房营子全败坏我，你最好上去。我罚一杯，我没干好，王连长。你再让我干，我也不干了，知道不？我对不起你们调查组，我今儿我喝酒啊。玉来，别喝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不要！喝多了，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问题查清楚，然后如实向我汇报。嗯，啊，来吧，嗯，吃吃菜啊。哎，等会儿还有甲鱼呢。啊，来吧，吃饭吃啊。爹，你千万别跟人上这么大火，知道不？澳大利亚海军希望此行能够和印度尼西亚的各个行业一片萧条，就连名贵稀有的苏门答腊虎，近九号虎肉是澳大利亚的伊文夫妇靠募捐得来的。印尼萨法里野生公园的负责人在接受这批捐赠物品时，热情赞扬了伊文夫妇的善举。著名的。